4月4号，2024年，我所讲的公司，我那个冷气又黑掉，这条刚刚换的啊，我没有搞3-4天哦。你看人家做个哦，有没跟市场有见过车给你化掉啊？哦，又黑掉了，看嘛，看嘛，黑黑的。哦，如果你不相信啊，插了个纸皮一下，哦，又黑掉了，看嘛，卡这边纸皮，啊，黑掉哦，这公司也是 S 认过的哦，那个公司哦。刚刚换出来冷气的华数，哦，不能靠机器里扎个，哦，很多华数哦，怎样换新的咯，整车换咯，这种东西可以洗回去的。我坦白跟你讲，我人也没有加，也没有支持洗回去就可以用了。我公司告化就要换，没有办法，时间告了，谢谢大家。你找一个市场会做个冷气已经借种了，知道吗？哦，每天靠机器里扎个，还要手拼化。如果机器里扎个油黑了，这样子机器可以洗吗？机器不存我存啊。不要讲，哎妈，几百千啊，20-30千都是一样的，搞零工。我跟人家讲，不够专业，就是不够专业。哦，还是这个还是真正专业人士，市场已经没有了，借种了，也结果1年、2年、3年、4年、5年都没有用，回家种黄薯 ，OK， 跟国家站起来，知道吗？给他地址和身份给你知道。哦，这些公司没有撤了啊。